枫桥夜泊，七言绝句，唐·张继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枫桥夜泊，唐·张继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高考录取的名单里没有他，他落榜了。他离开充满欢声笑语的长安，一个人坐着小船来到了姑苏城。那天晚上他失眠了，他静静地看着月亮一点一点向西落去，听到有乌鸦的叫声，他还看到了岸边的枫树和远处点点的渔火。忽然他听到了钟声，那是从城外的寒山寺传来的钟声啊，一声声敲击在他的心上，升腾。整首诗有视觉有听觉，可是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愁字展开。当年都有谁考上了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却记住了这个落地者的名字——张继。一村君，请继续加油。